谢谢主席。请教张部长。好，张部长请。徐委员好。部长，你说你有看联合报，而且啊，连社论都看了，那你有没有看苹果日报？包委员，我 一大早来哈，就同仁简报给我看，我没有每一个报都去翻了，对，有简报的我才有看，对。我在这边哦，请各报社抗议一下哈。原来这个部长只看联合报，那幕僚也只提供联合报啊、哦？不是，他有今天有关的新闻，他会简报。对，今天有关的新闻很大啊，15岁少年生日收7000万超跑这个礼物，轰动世界，啊，你们幕僚没有提供给你。好、哦，这个税怎么追啊？好、哦，还有详细介绍。是、啊。人家记者很敬业呢，还到意大利去追这个呢。那你们的税务人员呢，连简报给你都懒得简报，啊、哦，7000万超跑，世界没有几部，整部车子都是人工打造，哦，都是量身定造，哦。好，这个请我们国税局同仁哈，哎，来查一下赠与税，来，赠与税的问题。来，接着下 来，你看我看的都这个。几乎为他掉眼泪啊！是哦，8岁的这个小女孩跟着穷父母，哦，连租房子的钱都没有，结果呢，税祖坟一年，好、哦，发生在将升格为直辖市的桃园县。我看了，我都眼眶都红了。台湾是富人的天堂，穷人的地狱。国民党在大陆，在中国大陆杀穷人，共产党杀富人，结果演成阶级对立，所有的当时的中国人都很惨。到台湾来还在继续演这种戏吗？好。这个已经接受陈情了，你们的答复是不发多。中国的《人物周刊》登了一则消息，也是很轰动。李敖大师好厉害，好厉害！30年前在孤岭街的这个旧市摊买的一幅字，200块台币。30年后。他说是在美国一位买家，其实本席得到的检举资料呢，是在北京凤凰卫视的老板，他一个月来台湾几乎说1-2次以上，花了30万美金买他这一次字画，30年前200块买的，30年后价值台币上亿，这里没有入袋啊，也没有。交给你们去查，说没办法，这只是杂志报道。台湾的检察官看报纸乱办案，台湾的这一个税务人员啊，看杂志呢说没办法。好，这个时候，在这样的一个社会，已经濒临。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贫富悬殊、社会断崖的这个情形之下，哪个立法委员，包括我，怎么可能去反对加富人税啊？绝对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，所有台湾高所得的、财富多的，你们自己要想办法，税一定要加的，是抵挡不住。但是加税以后会变成怎么样呢？景气是不是更坏呢？资金是不是更严重外逃呢？就业机会是不是更少呢？这有没有配套？有没有配套？你说。包委员，我们配套您不知道，我跟您报告，我们配套是
中小企业增雇员工的薪资费用给他加成扣除，减少失业率。那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，每个人增加20000元，108000增加到128000。残障扣除额也是108000增加到128000。另外，对企业研究发展，我们从1年扣抵，延长到3年。是有考虑到，是这些配套都有了。但是相对的作用呢？你评估的结果？评估就是说，第一个。700万人就薪资所得跟身心障碍者700万人受益，他租税负担会减轻，等于形同替他变相的加薪。第二个呢，中小企业的增加就业可以降低失业率，如果降低失业率0.1%就可以增加10000人就业，增加就业的话，当然失业率增加，所得也会好一点，消费会增加。这不能说哈，你没有考虑到是，但是考虑到的这个效果到底有多大？还有其他很多可努力的空间。是，今天台湾的中小企业所面对的问题，两大问题，第一个就是订单增加的时候，银行在抽银根，哦，你看到没有？第二个是他要增加雇用人手的时候，找不到工人。当然，这些问题都要相关的部门来解决。你可以说。跟财政部没有什么关系啊，跟我们财政健全方案。银行是驻足的，所以银行我们会另外。银行会这样讲，是会另外。所以啊，本期在这里啊、哦，第一个实际上，为什么去年在这个时候才2个月前嘛？哦，我们说要加税，哦，你跟金管会主委两位所长上来说，绝对不能加。包括我们那时候为什么短短2个月，那个时候说不能，那现在呢？你说可以，包委员，我们那时候不是说不能，我们说要整体评估。好，那时候还没答复的话，现在我们就整体评估，整套出来了。我们说要整体评估了，不能单一个方案出来。我们立委提案哈，你就应该评估了。有，我立委的修法，好，这个法案谈了这么久，你没评估。我们那个时候就在忽然间2个月后评估。那个时候就思考财政健全方案思考了5个月了，那个时候已经在思考中，只是还没有发布而已。说实在哈，是你这个增加了820亿。是他的收入，是那你回馈给这个啊财、哦、政啊、哦、这个对所得哈、哦、这种移转的哈、哦、这作用的才100亿，所以你净赚720亿，好、哦、净赚720亿，这个相对来讲比例不符了哈、哦、比例不符，那而且啊在薪资没办法增加的情形之下，那消费物价指数不断的提高之下。而且是政府部门带动，从油电双涨以后啊，好、哦，油电双涨以后，现在什么费用都涨，连这个考试院的报名费也都涨、啊，莫名其妙。好、哦，考试院的这个国家考试的报名费都涨，这搞什么啊？乱七八糟。哦，然后内政部呢，你看，好、哦、花钱修改城市，结果把城市破坏掉。今天还不能修复，所以政府乱花钱，所以郭台铭先生怎么讲啊？他也知道说这个不加税不行啊，也抗拒不了啊，所以他加税可以，但是政府不要乱花钱。所以我们支出的那一块哈、哦、非常庞大，所以你在行政会都不敢说你哪一部会乱花钱。有，你内政部乱花钱，报告委员啊，花了钱以后还破坏原来的系统，现在不能修复。好、哦，报告委员，我们方案里面都有提出来，而且行、欸、你有向内政部说？这应该不是，我说节省支出的部分啊，控管支出我们都有提。还有，你看，我们说公共病，哦，公民病已经病出问题，对不对？两位总统都被社会所质疑，好、哦，那台北富跟富邦的病到现在呢，疑云重重，都没有人敢去查，怎么合并之前资产没有重估啊？光这一点哦，就没办法解释了，光这一点呢，就要抓一大堆人了。怎么合并之前资产没有重估呢？这开什么玩笑？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出来，那个人就是无法无天。哦，那个人就姓马啦。资产没有重估可以合并，要不要重估啊？追啊，追税啊，追财产啊。好，你现在合并，出我的意料。结果赵凤颖的员工已经组织动员起来了，他提到什么？
反对公公乱病，哦，公公乱病，为什么？我要求证一下，你现在合并方案是兆丰银要跟一银、跟和库、跟华银来并啊？不是，不是，那个是媒体写的。那媒体写的？对，那是媒体写的。啊、媒体写的现在都还在。结果江院长答复委员总执行的时候还振振有词。他一句话说没有这回事就好了，为什么写一大篇呢？因为他说要成立区银行是一个政策，很具体哦。对，兆丰银、一银、和库、华银哦。没有，那是没有，那是媒体写的。确定没有？院长也没有在答。不要两个以后说有了，完全没讲。我在旁边，院长昨天答询，我站在他旁边，没有提这些。他只是说成立区银行，没有规模经济的，效率低的，像台银就想办法去并人家，因为台银它资本的太低，对不对？对。光就规模这个单一指标来讲，资本的太低的，当然要去并，然后让它资本的提高，是发挥规模经济。是，好、哦，结果那规模已经够大了，台湾最大的，他应该去够外并外国的，鼓励兆丰银去并外国的，这些也建立据点，扩充市场，这个也是方向之一。好、哦，对，那国内呢是应该不这个组织不合理的，规模太小了，把它整并起来。进行结构调整是好、哦，跟改善不是吗？是有道理。好，因为时间关系的哈、哦，今天业务报告哈、哦，业务报告，你这很多很多，但是我讲一个重点，贫富悬殊这个问题，不是只追把有钱人压下来，你应该把穷人拉上来。好，哦、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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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支持。